好料来分享，实在够 much match。再王，我们现在要吃些什么呢？肚子饿了，对不对？是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先吃个鸡吧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到山寨鸡，一定要吃鸡。这里的鸡特别有名啊，听说全部都是放山鸡啊。全部放山鸡，所以肉会非常结实，又弹 Q 哦。对，你知道什么鸡跑得最快吗？麦克鸡。因为麦克鸡快。我们吃鸡。什么鸡跑得最慢？不知道对不对？好难哦。尼可基曼。快点，我吃鸡。这么急着要去吃鸡啊？对。好，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很有古色古香的感觉。大家来到这边可以感受一下做山大王的味道。山大王。因为它这里面有这个老板收藏了很多那种古的兵器啊，因为老板本身就很喜欢这方面的东西啊，所以说。对啊，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可以感受一下。听说他们这边的鸡都是现烤的哦。而且都用那个龙眼木哦，龙眼木，对，我们烤出来会有那种龙眼的香气，好像就在那边，我们过去看一下吧。好，走走走走。这一整盘的烧窑完全是遵循古法制造，老板坚持用烧龙眼木，可以让龙眼的香气慢慢熏进鸡肉里。这个窑烧鸡从腌制到烧成这样金黄色、香喷喷的样子，至少要花上一个小时呢。哇，看起来超级好吃的呀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赶快上桌吧！哦，你看它这个沾酱有这个鸡油，还有这个胡椒盐。那就老板，我们就自己来，还是你叫我们怎么吃？先从这边拔。啊，先把头拔下来。哎呀，太好吃了！哇，你看看，哇，小聪啊，这个叫来最好吃的给你来，最补的来，加瑞，我跟你讲，冰棒给我。其实最好吃的是鸡屁股，对不对，老板？行啊，来都吃鸡屁股，对不对？来，老板，这给你。好，我们先把这拔下来。我跟你讲，鸡最好吃的就是，我跟你讲，老板说他的更加不一样是，它里面的塞的是中药材，有的人里面是塞一些其他的葱、蒜头，还可以吃的一些东西，但是你们就是完全都是中药材。对，没错。你看看，这个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要豪迈。你看看这个，你闻看看这个味道。啊，好香甜的味道。庆安，你快买。好好吃哦。果然是放山鸡啊，它的肉烤到有点这个红色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哇，金黄的红色，你看。哇！我要吃它皮，吃它皮。好好吃哦！哦，你看，哇，正点啊！油流到我脸。哇塞！那油都喷到我。喷到你脸上。对啊，喷到脸上。感觉怎么样？那个皮脆不脆？皮好脆哦，而且它油脂还包覆在皮里面，所以你咬下去有点像吃那个烤鸭那种。烤鸭的感觉，就是那个北平烤鸭的感觉。接下来我们再刚看看这个。他说：“沾油，会吃的就是要沾它的鸡油，对不对？”没错。阿天，好，讲话来。哦。你要不要吃点？好吃哦。有味道。我。它那个鸡油里面有一点点带一点中药味，哎，所以很香。就第一口进去就有那个中药味。哦。我第一次吃到这么滑顺的鸡啊！哦，好香哦。哎，好好吃哦！然后叫我们吃鸡皮看看，广州沾鸡皮上，对，哇，这个鸡皮你看烤到金黄色，脆，哎，我听到你脆脆的声音，哦，嘎吱嘎吱的感觉，对啊，哦，哎，这皮好好吃哦，哦，我可以专吃皮吗？哇塞，很油，哎，这个皮好好吃哦，哎，我其实我本身不太敢吃鸡皮，但是你烤成这个感觉，哦。大人小孩都喜欢，嗯，好好吃哦！哇塞，你可不可以这样子沾那个鸡油，然后再沾胡椒粉这样？可以，可以啊，各式各样的吃法。喜欢吃酸的朋友可以沾一点柠檬。你看这，哎，这样吃鸡真的最过瘾。来到这个地方跟朋友啊喝个啤酒，对不对？吃个这个鸡。怎么样？哦，沾柠檬更好吃。味道不一样。
样。你试试看。我试试看。哇塞！我跟你讲，好吃的表情就骗不了人，真的。我在挤你。就是没办法用演的，哇！来到这边一定要点这个鸡，我觉得这个鸡真的是大大招牌，大大推荐，好吃。谢谢你，老板。那我们不客气哦。好，我们两个可能把四人份的鸡都吃掉了，好不好 ？OK。好。小钟哥，你好吃到说不出话了吗？太让人嫉妒啦！其实这家店也有外带的服务哦。老板说，外带也是会付给客人这超级好吃的鸡油做搭配，所有配料都不会少。如果观众朋友到了台南玩，可以到台南运河旁找这家古色古香的主题餐厅，来品尝看看这超级好吃的烤鸡哦。